好久不见的六月，阿庞来品尝美食喽！海鲜豆浆拉面，哇！哎，蛤蜊开了。开了。面，煮面重点是水一定要够多。没错。哎，你们好先进哦！一般棚内的水龙头都是不能用的。想不到哦。你们有煎水耶？后面争取了好久才有这样。这是厨房哎。哎，不是。快点给他看你要哥哥。你要什么东西啊？这里面。好先进哦。二姐，你不可以把这边跟那个我们拍戏的比啊！我们那个是道具，这个是真的在做节目啊！哎呀，怎么变这个颜色了？淡橘色的，哇哦！五星级料理秀要用小羊排来入菜喽！淡淡的高粱味让它进来啊！那这个酒香虽然浓一点，可是可以取代很多新香料的添加。叶子到时候会跟那个一起吃，对不对？对对，好吃哦！整个嘴巴里面就是滑嫩鲜。你要做羊肉串，完全像新疆羊肉串那样的。哎，对对对，孜然，然后再加辣椒跟盐巴。哇，好开心哦！羊肉串配羊肉汤，当然是碎啦。整个汤的味道很到位，淡淡的一个孜然香，让整个羊肉串上来感觉好像就仿佛回到了内地的边疆一样。哇！西南大主厨看谁最幸福，欢迎嗨嗨，欢迎观众朋友，在每个礼拜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钟和凌晨一点钟准时收看《型男大主厨》。嗯，又见面啦！最近的台湾呢，六月份的台湾呢，可以说特别特别的孤寡啊。为什么会孤寡？竟然呢会下起了非常离奇的午后倾盆大雨。哎，不是通常夏天都这样吗？通常过了，它应该到七月会比较好一点，六月来的稍微大了一点，而且直接用到的，你知道吗？造成很多的灾情。嗯，六月呢，每个人的长相、心情都不太一样啊。今天呢，我们要想要知道一下六月的阿庞长什么样。我现在才听懂你的意思哎。啊？我刚想说哪里古怪哦，原来你 OK。哎，我来看看六月的阿庞长什么样子。欢迎六月跟阿庞，欢迎。哇！干嘛了你？原来六月的阿庞长这样。对啊。哎呦，情侣那交往那么久都不晓得，真的，你看蛮精装哎。真的，你真的。小朋友都该生出来了。嗯，两位今天有好药可以吃，吃了再上，好，能够带来更好的作品嘛， okay. 对不对？嗯，好了，今天两位呢，待会好好当个二厨。首先欢迎我们两位主厨，这主厨谁来介绍呢？来，夏雨乔。让我们来郑重的介绍，第一位呢是今天要让大家吃得补、吃得好、吃得变得胖嘟嘟的阿基师。两位特别来宾主持人詹姆斯，观众朋友大家好。嗯，好，另外一位，另外一位，不错哦，下一条继续。另外一位也是大家非常喜爱，他本身就是吃得补、吃得胖、吃得胖嘟嘟的詹姆斯。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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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吗？有铺陈哦，一个是让大家吃得好吃得补，一个是本来就吃得好吃得补，本身就很补。好。然后讲吃不死的曾国城跟吃不饱的詹姆士，一定会在这里继续为大家服务。来，忙第一个小单元，59元出好菜，有请吃得很补的詹姆士。詹姆士，吃得多补的詹姆士，今天带来这个菜啊，不得了，让你们一开始就增加元气。菜名叫什么？嗯，海鲜豆浆拉面。啊？海鲜豆浆拉面，对，好吃吗？怎么会跟拉面通常会跟牛奶结合？怎么会跟豆浆结合？其实不一定啊，像日本的豆乳锅啊，豆乳锅，对，那个就是豆浆锅嘛，其实一样的。日本豆浆讲成豆乳，豆乳，或者豆奶，豆奶，对对对，是它里面的大豆蛋白，其实对身体非常非常好。59元出好菜，对，哦，有黄豆，嗯，黄豆里面贵贵了，手工拉面10块钱，这个贵，手工拉面，这是手工拉面吗？这个是手工拉面，你自己拉的吗？不是，不是。现场都在卖，昨天拉的，昨天。真是闹的，你讲完现场一阵错愕啊。不是，因为在大陆吃拉面，他都现场拉。对，没错。其实，在台湾可以，可是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哦。对，59元，嗯，来准备计时开始。开始嘞。计时啊？没有，没有5分钟啦，只是59元而已。黑木耳可以降血压。而且对这个肠胃、清肺都好，对，没有。除了它便宜办得到之外，养生条件也顾虑到，有营养价值，对不对？嗯，为什么叫你吃了再上，对不对？迎接下一个挑战。哎，我有听说有那个豆浆火锅，哎，对不对？有有，好像有豆浆火锅吗？豆乳锅。那我们现在来做汤的部分。汤啊，汤的部分。哦，这个呢，你有算钱算进去吗？因为这个一般我们都是丢掉。
哦，可是如果在家里面，你就只要虾仁的话，壳留下来。可以干嘛？炼汤。一定要买新鲜的。你来过几次啊，六月？我们节目来过四次的。没有来三次。没有吧？第二次才来三次哦。三次有。我们节目播了四年多，你才来三次啊？怎么那么凶啊？好，那现在把它稍微炒，它香气出来的时候，这边是鸡汤，把它放进来。哦。哇，真的好香哦。鸡汤，那用鸡汤块就可以弄了。可以，可是最好还是鸡汤了。好，那现在让它慢慢炼一下汤。我们现在来做豆浆，真的鸡汤当然是最好。我们现在来做豆浆，盖一惯性会盖东西，好，要盖了，要盖弄完就盖。没关系，不用不用不用。所以一定要先泡一个晚上，黄豆泡一个晚上，对，大概多少的量？一碗哦，一杯就可以了，一杯就可以，一杯就是一碗，然后把水放进来。那比例呢？跟水比？它这边有刻痕，这边有个刻痕，你照着刻痕把它放进来就可以了。刻度多少跟多少啊？对对对，一杯的话就放在下面有个下水位的地方。哎，你们好先进哦！一般棚内的水龙头都是不能用的，想不到哦，你们有接水哎！我们也是争取了好久才有这样。这是厨房哎！哎，不是，快点给他看，你要什么东西啊？这里面好先进哦！好，这是一个手机头啊！不是啊，妹姐，你不可以把这边跟那个我们拍戏的比啊！我们那个是道具，这个是真的在做节目啊！把汤的部分先把它滤出来。这个汤只刚炒过，然后加了汤水进去，它就好了，它就够好了，就好了。对对，不用需要说煮太久什么的，也不用加柴鱼吗？不用不用不用。这汤就浓了，哇！它这个虾的味道好重啊，好棒，好虾的感觉。对，哇！哦，蛤蜊酱做，对啊，怎么用？快喷呢？喷的厉害吗？喷的有点厉害。我觉得阿健老师好会做效果，这样下做菜他也要这样叮叮叮两声。他每一个段落，他只要超过十秒没有声音，他就不能拿钱了。是的，这很怕没声音。然后这是刚刚的虾汤，把它放进来。哇，你刚刚的木耳这样炒一下是怎么样的？它有什么效果啊？香气，最主要是它蒜头的味道，把它稍微炒一下。对对对。哇，被隔离开了。面，煮面重点是水一定要够多。没错。哎，这种拉面就不用一直在加水进去，对不对？就让一直滚就好了。鲜吧，可以。来敲一敲，加一点点酱油，就这样。所以你这个面汤的颜色，汤色是很重的。对啊，因为那个辣椒酱的关系。对，可它不会辣，它只是颜色，它不会辣，香味。我怎么觉得你煮的汤这么的轻松，跟这么的随便的做出来一碗？你这样讲，我真的是没有让你喝下这个汤怎么可以？来。哎，我怎么觉得你做这个汤这么简单就随便做一碗？没有，我刚刚用那个，哎，我怎么觉得你做这个汤怎么随便做一汤就这样一碗啊？为什么炒的小孩有糖吃？对，为什么这样？都是这样。而且我后面补了三句也没有喝到汤啊。没有，我分心了，因为他刚刚那个，我再喝一点好了，好吧？哎，真的好喝。哎，你试一下，好来，就这样，快点。你这个汤糟透了，我觉得。好好好。来，那我们现在把豆乳放进来。没有，你怎么会没有？这么多的量啊！而且味道很够。哎呀，怎么变这个颜色了？淡橘色的。用豆浆做出鲜味十足的拉面，究竟是什么滋味？您绝对不能错过。在台南还有人利用豆浆创造出另类商机，请问是 A 用豆浆来养田螺 ，B 用豆渣做屋顶？我要选 A。你看吧，为什么是 A？ 因为台南有很多田螺跟蚵啊，跟豆浆什么关系啊？田螺跟蚵啊，吴宗宪他唱屋顶，吴宗宪他就是台南的傻乎乎的。状况外的猜题时间即将爆笑登场，紧接着阿基师要带来五星级小羊排料理喽。真正寿司的味道来源，还是用我们本地的味道高蛋挞，这个比青酱来的还要更高招一点。罐头的尾鱼肉，全下吗？对，全下。那再来，感人了这个酱，它的酱汁的部分，现在在嘴巴里面的丰富度，整个嘴巴里面就是滑嫩嫩鲜。和小羊排超麻吉的酱料，黄导回来公开完整做法。哎呀，怎么变这个颜色了？淡橘色的，是很漂亮，漂亮，这颜色漂亮，好奇妙的颜色哦。它为什么喝起来有一种味噌的感觉啊？哎，你这个汤变得好特殊哦，没有那个辣椒酱，很棒，很棒，真的很棒，很棒。哎，什么？他是特别来宾嘛？哦，你要用冲进去的，反正在日本他那个用塞的，随便塞，擦擦擦擦擦，搓这样子。哦，我看到面就不行，奇怪，我怎么会这样？最后再把对啊，再放进来，虾子放进来，哇，就这样，
很简单吧？超简单。似乎简单哦。嗯，看起来似乎简单。对，我刚刚忘记你们的水龙头是可以用的。嗯，我刚洗个手。看橘色真的好漂亮，因为我刚不是铺锅吗？那把葱放进来。哇哦！哇哦！哇哦 ！OK 喽，蛮 OK 的。海鲜豆浆拉面完成。题目是：而豆浆好喝又健康，是新一代的养生饮品。在台南还有人利用豆浆创造出另类商机，请问是 ：A. 用豆浆来养田螺，养了田螺肥美 Q 嫩又好吃 ；B. 用豆渣做屋顶，既轻巧又能隔绝夏天的暑气。来，准备举牌，先举再说。哦，真的。一、二、三，举牌。哎，一人选一个。为什么是豆浆养田螺？因为我小时候在南部长大。多南，台南县。哦，真的啊？对，因为我外婆住那里。你真看过？我看过田螺这种东西。哦，不巧，我也看过。我觉得用豆浆养田螺应该会像这样讲的，就是又肥美又 Q 又嫩又好吃，而且又白哦，搞不好是白田螺。不是，我觉得用豆渣做屋顶，会不会鱼下完就直接淋完整个屋顶都没了？对啊，它那会加其他的一些，它一定会加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加水泥里面，还是加什么砂石里面？不是啊，因为我这么环保的人。因为这么环保的人，那我们听听看 B 为什么说是 B？ 因为呢，我觉得现在很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所以我觉得豆渣呢，以前我们通常很多拿去这个施肥，但我觉得在那边可能把它再利用，可能跟比如说玻璃纤维或什么来结合，是可以当那个屋顶来用。如果这项技术的话，早就已经公开就没有听过啊。不换，不换啊，你不换啊，不换啊，两个不换啊，来，你是在暗示我吗？没有。剪刀石头布，耶、yeah ！我要选 A， 你看吧。为什么是 A？ 因为台南有很多田螺跟蚵仔啊。对啊，超多哎。那跟豆浆有跟豆浆什么关系啊？田螺跟蚵仔、啊，哪里没有？啊、哎，埃及很多骆驼嘞，跟豆浆有关系啊？好有道理啊！因为豆浆哎，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啊？不是啦，因为它如果好好讲，对你好好听我说好不好？不要激动，因为如果今天他题目出这样啊，然后不行了，我被你打乱了啦。反正我要选 A 啦，我要选 A， 因为你是没办法自圆其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因为他特别讲到台南，表示是台南特产的东西，他才会用豆浆去养田螺。但是台南特产没有做屋顶啊。台南特产，你懂我意思吗？我懂。哦，台南特产啊，哦、就简单讲，台南特产有田螺，但是没屋顶。对对对。就没人从来没听说台南的屋顶有多好用，是吧？对，不需要特别讲到台南人。啊，对对对，这意思。你不要忘记了，哎，屋顶。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吴宗宪他唱屋顶，吴宗宪他就是台南人，傻乎乎的。不要来呀！瞎扯！等一下，你要把这个问题绕过来，这跟那也没关系啊。你过去，过去，过去。好烂啊！成熟一点。答案是好，正确答案是 A， 用豆浆养田螺，肥美又 Q 嫩又好吃。台南县南化山区有业者用豆浆养田螺，老板不计成本把豆浆往水温里面的大面积的喂洒，来喂食这个田螺哦，混合发酵的豆渣饲料呢，养出肥大且肉质鲜甜 Q 嫩的野生田螺。你可以吃的感觉是一个稍微很好香哦，哇，超香的！你现在闻到那个芝麻的味道，很香。这面哦。喜欢吃面的人很多，可是，在台湾呢，像吃这样面比较少见。对，这是拉面吗？是拉面吗？是拉面。哎，好特别哦！是拉面，好好吃哦！哇，那个张博士说，但他说糊了，糊了吗？其实还好，面是没有。可是它汤被吸掉，汤很特别，因为我以为它非常的就是重口味，很浓，结果没有，没有清淡，是清淡，清淡，清淡，真的清淡，清淡，真的。可是看起来很稠，为什么清淡？它只有一些豆浆，啊，豆浆。因为豆浆的关系，豆浆跟牛乳比起来的话，牛乳蛋会比较重，或者是你用打很浓重的高汤下去会比较浓稠，可它没有用豆浆，所以它比较养生。我再续碗，那这样，你续碗之前可不可以先鼓掌一下？啊，来鼓掌，先拍手，谢谢。千万别忘了，Please remember， 对 ，remember， 59元出好菜，哇，对不对？好厉害，一碗。你就把那刚刚的瓦斯火算进去好不好？60块好不好？嗯，对不对？1块钱嘛。我的妈呀，这蛤蜊也太好吃了吧！
根本就没有在理你。你这严重来影响我们的气氛，没有关系。你不是给我掉麦克风，就给我往后面随便到处乱跑，没关系，就死哇乱笑。后面竟然还有五星级料理，吃的绝对让你元气十足，好不好？来，精彩的五星级料理秀现在开始。今日的严选食材是小羊排，取自羔羊的肋肌部位，肉质柔嫩，口感香嫩多汁，没有一般羊汁的膻腥味，含有丰富蛋白质、维生素 B、铁质等营养，低脂低胆固醇，更为大众所喜爱。到底两位主厨会如何料理它嘞？五星级料理秀现在马上开始。你说那天五星姐煮食材是什么？你说，我想应该是它吧，小羊排。羊小排基本上呢，英文名字叫做 lamb chops 啊。哇，我的英文好好。lamb 呢，这基本上羊小排啊，让人可以云指回味。因为它的肉的弹性非常的结实。非常的 Q。这种小羔羊大概呢都不会超过半岁。好像是，好像就几个月而已，三个月到六个月。好，今天呢用这个羊，那个《本草纲目》有记载啊，羊乃性温泉，羊肉呢也属于温补的食材。是的，好不好？补啊、哦！这种好料，今天呢，如果交到了阿基师的手里，会变成什么样的？阿基师，如意吉羊。哎呦，如意吉羊，对，就是吉祥的意思、啊。是，你这菜名叫如意吉祥啊？如意吉羊，我们还是读作羊。羊、啊，对、哦。那今天其实整个菜呈现的时候，也有搭配一点点西方的一个调味文化在里面。哦，哎，我今天用的这个迷迭、嗯，这个不是中餐的元素啊，所以今天会把它放进来。哎呦，所以，那当然它不是最主要的味道，真正寿司的味道来源还是用我们本地的味道，高蛋挞。九层塔。好，那现在呢，麻烦六月协助我啊，把它放到那个果汁机里面来。那这边呢，有一点点橄榄油。我要洗吗？哎，有水鬼啊，弄个蛋落去就好啊。其实之前在做羊肉料理的时候，时常会加许多的中药，对不对？对，这次比较没有。对，那这个油呢，留三分之一给我倒进去，三分之二。好，这太难了，他可能不晓得。不会，我觉得刚好差不多。我那量我是取得非常好的。好，那这边一点点的高汤呢，跟他刚刚下的橄榄油是一样多，全下。说他。对，那我一汤匙的白饭团，为什么要放白饭呢？等一下，这个寿司出来以后，它会有孜然的那个吸稠状。哦，这感觉好像在做青酱啊。对，这个比青酱来的还要更高招一点。哎呦，哇哦，比青酱还要高招的九层塔酱与小羊排搭配后的惊奇程度，超令人期待。詹姆斯教你做出充满边疆风情的羊小排羊汤粉。大蒜头一颗放进来，整颗鱼骨我们现在放进来一起熬。哇，鱼羊又是鲜，哇，好香哦！真的很像巴古德耶。羊肉蒜配羊肉汤，咱们是碎啦。整个汤子味道很到位，淡淡的一个孜然香，让整个羊肉串上来感觉好像就仿佛回到了内地的边疆一样。哇，其实羊并不会一生下来就有骚味，而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才会有骚味呢？一二三举牌，难为都是举啊。为什么呀？为什么？你是鸡翅歌王哎！又因为公羊有味道。想看更多精彩逗趣的互动，就千万别转台。做青酱啊，对，这个比青酱来的还要更高招一点。哎呦，罐头的尾鱼肉，全下吗？对，全下，也是梭哈。对，对，好，这个鱼羊鲜嘛啊，真的。那么丢个几颗粒的蒜头，鱼羊真的就是鲜呐。蒜头这个酱，那再来人了这个酱，那再来的话哈，豆酱这边有那个花生酱哦，带咸味的花生酱。那如果是西洋式的青酱，它里面是加松子仁哦，对。那我们加的是花生酱，不是我一样。可是它以为咸味的，我刚以为是味噌。得了，米西了，米西。然后现在就可以打了。好，打的时候呢，少量的盐巴放进来。加不加糖？不要。啊，你等会啊，因为你加了糖以后呢，羊肉的甜度呢，
就整个会吃掉了。嗯，那我就打了，直接打，直接打。我们通常在吃羊小排的时候呢，一定会有的是薄荷酱、对，黄芥末或芥末，都还有松子，的确有相当提鲜的效果。通常都会有一些香料，是香料调出来的酱料铺在上面。好，可以倒出来，谢谢。这个酱应该很感人。转，对。你给他，你再过后吧。我的怪怪的，你到底怎么？来，不是我们家都没这么先进，还要转一下，这是安全的意思吗？好，来，我想闻这个酱。等等，闻它的那个容器哦。你这样做好了，下一个动作是什么？下一步的一个动作呢，就是现在这个小羊排了，拍打。肉是很嫩，但是有一个讨厌的地方，这边是它的筋皮。那这个筋皮呢，就是要拿掉。拿掉筋皮。对，轻轻的拿。就这么一拉。拉好。好。那我们好的，先去你的筋皮带我回来。好的。好，詹姆斯。谢谢。詹姆斯跟阿庞一组，是今天我们的羊小排来做我们的料理。对面呢，刚取了一个如意吉祥，你呢？比较简单，羊小排的羊汤粉。什么叫羊汤粉？羊汤粉，羊肉汤啊，然后再加粉啊。哦，隔粉条，对，是不是啊？对。好羊哦，你这个。你现在煸姜干什么？煸姜来熬汤。那因为姜的话，可以把羊本身的腥味可以稍微再压一下下。好，我们现在煸的差不多。人家常说的小羔羊有没有说特别一指什么样的羊？其实就是六个月以下，就是哦，绵羊、山羊都可以。对。哦。你为什么要煎骨头啊？煎没有，先炒一下，把羊的羊味给炒出来，会增加一点香气。李斌宝宝。另外一个。那你这块肉该不会也熬汤吧？会放进去一起熬，到时候它就会软。然后待会要吃的时候，我会把它切成片。放在羊里片，对，切片的，片它的羊五花，里面是什么？就是热水而已。但你要用压力锅的，对，我要用压力锅，半时间来不及。要用压力锅，多长时间？肯定半个钟头至少是要的。它这个肉要让它整个烂掉。你没有加其他的香料什么的？这个是白胡椒粒，一般我们在马来西亚的那个巴姆碟里面都会加，一定有。直接放。然后还有其他的大蒜头，一颗放进来，整颗。对，包括的是这样的，对，不用切还是什么？不用，不用整颗压力锅，哎，对，哦，要有了，还有那这鱼骨要干嘛？鱼骨我们现在放进来一起熬，哇，哎呦，鱼羊又是鲜，哎呦，鱼羊鲜这个字很像，它虽然只是一个造字，可是这个字很像也是个做菜的方式啊。其实我们很多像我们一般语言上面创字的话嘛。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夹键，其实这些里面鱼跟羊加在一起就是你还背得起来哟，这是以前学的课本写的，背得起来耶。詹姆斯真的哦，非常有那个文学造诣，非常的深。没有，小时候妈妈比较凶哦，念书要念得比较认真一点。好，我们把它放进来，高度也差不多了。你要看到吗？好，半个小时。这边你要给他半个小时，你要帮我一个忙。好，就是我们现在有竹串，对不对？对，你把竹，那是铁的，有竹子。你要来串羊肉串。对，这样子。你要做羊肉串？对。你的筋不需要剃掉吗？没关系，没关系，完全像新疆羊肉串那样子。哎，对，孜然，然后再加辣椒跟盐巴。哇，好开心哦，这个超好吃的。羊肉串配羊肉汤，咱们吃碎啦。然后，当然还有羊小排。碎了。哎呦。碎了。那我们要到对面去咯。好，来对面，这边请啊，就是现在先试吃薯泥好了，好不好？好。那怎么好意思啊，试吃一下刚刚用鸡汤跟橄榄油调出来的薯泥。又到了大家最喜欢的时候了，是啊，我们来猜题。哦，给我猜题，你把你薯泥都要猜题啊。是的，阿迪斯请出题。题目是羊呢是吃素的动物啊，但是身上有一股让人家很害怕的骚味。其实羊并非一生下来就有骚味，而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才会有骚味呢？ A 公羊它会释放出味道来勾引母羊过来交配。 B 母羊有体味，可以让新生的小羊靠着味道找到妈妈。 A 或 B。道理有两个。对啊，今天真的很难呢。公羊释放味道吸引母羊交配，还是母羊释放味道吸引小羊来跟紧一点？别跟丢了，别跟丢了。咿呀嘿，好。
局派了两位，一二三局派，两位都是局啊。为什么呀？为什么？你是极致歌王哎！又因为公羊有味道，就是要这样子接，唱不是很好啊，对不起。对不起，科比昂。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吧，因为其实动物界好像都会这样子，用味道去吸引，就是交配期间，然后吸引母羊来。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不是用味道，就是用颜色。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补充说明。我觉得骚味，顾名思义，骚就是想要交配的时候发出来的味道。你不能用人的那种来讲啦。哎，可是他是说公羊哎，公羊的骚味哦。哎。对不对？哎，公，他现在是公羊，公羊的羊。那我现在转 A 不转 B 可以吗？转啊，为什么？转，因为一般都是母羊发出味，对，一般应该是母女性发出味道才对。对啊，应该不是男。费洛蒙对，应该是女。对，哎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B。起来说不。啊。怎么了？你被踩到了？好快速，来不及反应。一定要快的啊！对，节目那么长。好了，快点！你要 A 还是 B？ 你选 A 啦。其实这个题有点难，我觉得。你选 A 啦，你一定想选 A。嘿嘿，你是否也像晨晨一样陷入苦思嘞？到底羊的骚味是来自公羊还是母羊嘞？电视机前面的你，一块动动脑呗！阿吉需要透露让羊小排鲜嫩的关键秘诀了。淡淡的高粱味让它进来啊，那这个酒香虽然浓一点，可是可以取代很多新香料的添加。要做火焰了，对，整个火力呢多强调在古今这个部分。哇，他说了，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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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台湾更因为合适而扬名国际。哎，羊肉炉让美国总统奥巴马列为宴客料理哦。B， 好羊排让日本妹不惜漂洋过海来学习，在这个总统或者是日本妹上面打算。以我的个性，只能你在日本妹上面打算。我不管是不是什么羊肉炉、羊肉什么的，我就是选日本妹。好烂啊！超爆笑的主厨随堂考，您一定不能错过啊！好了，快点！你要 A 还是 B？ 你选 A 啦。其实这个题有点难，我觉得。你选 A 啦，你一定想选 A。我觉得羊奶我喝过，没有骚味。哦，怎么会？羊奶我喝过，我是有直接现挤。对对对，我也喝过，没有骚味哦，我现挤现喝，我直接对着嘴巴挤哦。不是啊，羊奶跟身体有什么关系呢？羊奶，你羊奶没味道，不代表你身体就没有味道。而且你的画面好惊悚哦，对着嘴巴。滚下！乱说，所以选 A 还是 B 啊？答案是，答案是 A， 怎么样？耶！哦，行政院农委会他表示了，不是所有的羊都有羊骚味，小羊没有羊骚味，母羊也没有。是的，从小就被阉掉的成熟公羊也会比较没有骚味，只有成熟的公羊。才会有羊骚味，是的啊。那么成熟的公羊在母羊发情的季节里头，它会分泌费洛蒙来吸引母羊，让母羊发情。正确答案是 A。真的啊？不好意思啊。哎，那我们以后都吃母羊就好了。对啊，指定说我要吃母羊。对啊。当时是谁用到当时？多吃一点哦，多吃一点。不用不用不用，快点，多吃。不就是马铃薯吗？就是，你刚才吃的是拉面，很香的。你刚加了橄榄油，一点点的橄榄油跟鸡高汤。好，那现在紧接着下一个步骤了，是整个这边的精皮的部分拿掉了哈。那麻烦你们协助我一下，这是米酒吗？不是，待会儿要蒸的。高粱啊，高粱，高粱，不蒸，不蒸。来，我现在一点点的高粱腌上来。高粱分度数要有最高度58的啊，淡淡的高粱味让它进来啊。那这个酒香虽然浓一点，可是可以取代很多新香料的添加。对，来，我们要到对面去了。好，腌一下，再见，走。好，那我是跟着去吗？等等等等，羊肉串都串好了，那先试试好了，好不好？
你可以过来了，思思。当然好啊，怎么不好？耶、yeah. ！来，我们来猜题。台湾国人对洋产品有特殊的偏好，在消费市场上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尤其最近台湾更因为何时而扬名国际。哎，羊肉炉特殊的药膳美味让美国总统奥巴马列为宴客料理。B 好羊排，料理手法独特，让日本妹不惜漂洋过海来学习。准备举牌，一、二、三，举牌。不一样喽。当然不一样了。你为什么觉得羊肉炉把奥巴马给吸引了？因为扬名国际啊，如果你让美国总统奥巴马吃的话，就是扬名国际，美国的新闻全世界都会知道，但日本不见得啊。是不是？对啊，有道理啊，对不对？你说看为什么是 B 好不好？我跟你讲，就正如刚刚烈烈姐讲的，大家把这个在这个总统或者是日本妹上面打转，以我的个性。只能你在日本妹上面打转。我不管是不是什么羊肉炉、羊肉什么的，我就是选日本妹。好烂啊！海南好 ，A B 啊，不改啊，不换不换，小周不。啊！你怎么又这么快啊？不是他怎么会这样不变全啊？你也没变啊。我想到会是变。我吃的好饱耶，可是我有点想吃哎。我认为羊肉炉这件事情，对于美国人，就是他又是黑人，说实在话，他们对吃羊肉应该，对药膳吃法绝对应该不会这么的好奇。不要装清高，我知道你想选日本妹。以后我们要。我提早讲。是啊，烤羊排要知道合不合理。我们同月同日生的。台湾人，台湾的烤羊排又不是特别出名。对啊，有特别出名吗？我们同月同日生的。想学日本妹就说。对，我学日本妹啊。找日本妹，我先烤羊排了。我以后就开一家餐厅，烤羊排都叫日本妹来烤。哎。你要来吃哦。所以你也想选 B 哦。我有 A。好，答案是好，正确答案是 B， 烤羊排料理手法有没有日本妹不行，这样就对了。主席，哪有羊肉炉不太可能啊？我可以切一半给你。你不是说大盘的给我？我可以切一半。啊！可是感觉那羊肉没有很嫩。对啊，小心不要噎到。全熟可是还是嫩，因为它是没羊排。怎么可能？真的硬哦。表皮，表皮硬。里面嫩嫩吗？很熟啊，是熟，但没有到硬。全熟啊，我说它是全熟啊，可它不是不会柴啊。继续。然后这个是孜然粉，孜然粉跟辣椒粉。对，把它放进来，然后匀。你待会要做到你那个撒了香料的。对啊。然后来盐巴加一点进来。哇，好香啊，就这样。对啊，这样就已经很香了。哇，真的很香。好。来，到我对面去阿吉斯。阿吉斯，我们回来了。现在如何？好，那薯泥吗？这个是薯泥。那等一下，待会儿呢，我用高粱酒去烙了以后，直接就贴上来了。嗯哦。所以吃的时候，你等一下品尝一下它的软度跟它的软度结合的状况，到什么样的一个意境，你就能够体会得到哈。那现在我们还是一样做试吃的动作，来是薏仁哦，薏仁。一人到时候会跟那个一起吃，对不对？对对，跟杨小排，对，跟杨小排一起。这薏仁跟一般的薏仁有不一样吗？没有没有，就浸泡了水以后呢，一定要把它蒸烂。这有咸味吗？酷，哎，咸味就来自于这里。加这个，哎，加这个就对了，加这个很好，加这个很好。哦，这加好好吃哦。来，题目是。羊毛柔软保暖，自古以来呢，就经常被拿来做成各种的保暖用品。在羊，而羊毛在品质上面当然也有所区分。究竟哪一种羊毛为最顶级呢 ？A. 像刚出生的宝宝的胎毛般，第一次剪下的羊毛最柔软。B. 没有交配过的崭新的羊毛最细致，交配过后就会变粗糙。A 或 B， 选好了没？选好了。好，一、二、三，举牌。哎，又不一样哦。你们坚持不一样就对了。好。你为什么认为是胎毛最柔软？因为呢，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做毛笔的时候，通常也是用作这个胎毛，因为最柔软，而且呢，比较贵，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用这样子的原理。你想看小时候刚长出来的那个头发是？不然他不认为，为什么是 B？ 我这个逻辑跟他刚刚上一个逻辑是一样，我不在乎他的毛，我在乎他是在世人。什么东西呀？放给你们。
们。不是，因为你看，我们刮胡子也是越刮越粗嘛，幼稚，对不对？那你选哪一个？好，等一下，我们猜拳。好，来，剪石头，不不不不不，哎呦，哎呦，你很奇怪一个人呢，你。我这样对，你的拳呢？好，好，好，好。这题我知道，你知道？当然。啊？目前跟你都吃得到。答案是，答案是，哎，好有耶！跟你说，耶！为什么？羊毛的品质它有区分为不同等级啊。所谓的顶级羊毛，它指的是一只羊第一次被剪下的羊毛最为轻软，而平均一只羊一辈子最多只能够取用七次的羊毛。羊与出生之后六个月呢，即可以开始剪。所以呢，使用越轻盈的超细羊毛，当然它的等级就越高，重量也越轻。正确答案是 A。怎么样？那个平凡无奇的艺人，加了这个酱。吓死我！我想平凡无奇的艺人。哎，我这是出奇的。好吃哎，我觉得有的好吃。有刚刚酱我们都试过了，对，酱是非常好吃。刚你有没有吃到那个酱？代表没有，还没有，我刚没有。那就是让我们多挖一点点。我刚没有，刚那酱就已经好吃到不行。对，配上艺人哎，就感觉喝个酒，好像很配哦。来，这边整个是高粱酒啊，是要做火焰了。对，好你来。哇，我觉得阿芳是个很不负责任的人，吃完就走，擦完嘴巴就走了。多久啊？其实好，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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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啊，来上来。好，那现在呢？整个火力呢，多强调在骨筋这个部分。哇哇哇！输了，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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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英国针对培育羊只更有技术上的突破。A， 仿佛烫过离子烫，羊毛不再卷成一团的直毛羊。B， 培育出时间一到就会自动脱掉羊毛的脱羊脱毛羊。你直毛？你刚不是？你脱毛？你确定？我脱毛。我直毛。我要选 A。A。对，因为我觉得你想清楚，我已经看到没有吃过。哎，没有。通常这样都是会吃成品的蜜。你还想清楚？脱毛？你也要让我一下想脱毛？哎呀，为了吃到成品，大伙激动又犹豫不决，而各执己见的程程巧巧能不能吃到嘞？紧张又爆笑的终极猜题，错过保证可惜。整个火力呢，多强调在骨筋这个部分。哦、哇哇哇！输了，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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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好。好，差不多快完成了，对不对？对。到对面去。好的，詹姆斯。真的很像巴骨得耶，好重。那巴骨得就是这样子啊。哇！我的汤还算清澈的，现在做最后调味。葛粉下去之后，然后呢，就可以装盘了。现场倒数十秒。五星级料理秀今天的用羊小排，非常非常可爱的羊小排。非常可爱，嫩 Q 爽口啊！这进口羊小排会让我们觉得五星级料理有非常非常令人惊喜哦，欣赏到不行，无法再等待了，时间到，来。一般人对于羊的利用呢，主要是穿羊毛、吃羊肉以及喝羊乳为主，但是在摩洛哥当地呢，它却有一种很特别的羊。拥有了特别的经济价值，请问是 A， 他会爬到树上采集坚果，是农夫们的小助手 ；B， 他会捡拾旅客乱丢的垃圾，是观光地区的清洁夫 ；A 或 B。哎，你终于一样了。哎，你不是说可以？你不是说可以爬树？你干嘛要选？你先说。我不知道羊会不会爬树啊。你选 B 是不是？对。那我要换。啊？会反对而反对。无聊。那我们这样讲好不好？先听他的说法。好。好，先说。因为呢，第一，
我觉得羊不太可能会爬树，因为羊有蹄，蹄很滑，没办法勾啊，对不对？所以它有四只脚，怎么爬很难。但是呢，我觉得可以训练狗的原理，训练它找这个垃圾是有可能，尤其在观光区，哇，好可爱，它捡垃圾这样，可以给它拍照，不错。剪刀石头布，布布 ，yes。噔噔噔噔，我要选 A。哎，对，因为我觉得你想清楚，我已经看到你要吃。哎，没有，在最后一个竟然。通常这样都是会吃成品的命，就跟我一样，真的过程都没吃到。当然是。等一下，哎呀，赢了，你看。哎呦，真的是 A 哦！在摩洛哥呢，它有一种会爬树的山羊。首先呢，农夫们他就会将一群山羊呢赶到坚果树下面，让他们爬到树枝上头来回跳跃。坚果呢被山羊吞噬之后，其中的果壳没有办法被消化，就会随着山羊的粪便排出体外。每一个坚果里头，它会抑制三颗的果仁。这种坚果仁非常的珍贵，可以拿来榨取油用，用来烹饪以及美容化妆。正确答案是 A。哇，里面是哦。阿基斯说是嫩的哦。阿基斯说四到五分呢、啊，有四到五分吗？差不多，差不多，而且那个酒香味是后劲哎，超棒的，真的。后面会有酒香味出来，有，那后劲来了。被薯泥呢？啊，真的哦，整个肉质非常软嫩哦。那薯泥跟它的香脂的部分，现在在嘴巴里面的丰富度，整个嘴巴里面就是滑嫩嫩鲜，非常好吃的一个药材。拍手，谢谢阿基斯，谢谢。哦。真的感觉很嫩，没有关系。嫩呢，我们喝汤好不好？哎呀，还啊 ，OK， 还有一道哦，还有一道，还有一道羊小排，最后一个左羊汤粉，好不好？拿来准备。哇，主题题目是：羊毛制品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但剪羊毛却要耗费很多人力。不久前，在英国针对培育羊只更有技术上的突破。A， 仿佛烫过离子烫，羊毛不再卷成一团的直毛羊。B， 培育出时间一到就会自动脱掉羊毛的脱毛羊。准备一、二、三，起来。哎，为什么是脱毛羊？你不是说脱掉不很不合理吧？你选 B， 蛇有可能每一年都什么或几年然后换对啊，对那个脱皮上的，那是天性哎。对，那是脱皮，是蛇在脱皮，羊会脱毛。对啊，现在都有复制人复制羊了，那是皮肤炎吗？怎么掉毛？你又换？没有没有，我所有答案都是 A 啊。你直毛？你刚不是？你脱毛？你确定？是不是？是不是？你告诉我。我脱毛。我直毛。你直毛？你脱毛？我脱毛。来了，不。哎，差不多该换了吧？算你厉害，想清楚。脱毛？你又告诉我你在剪脱毛？我也告诉你，你是不是人？那你是 A， 笨蛋。哎，你是选 B。我 B。好，答案是好，正确答案是 B。是，培育出时间一到就会自动脱掉羊毛的脱毛羊。我的福哎，真的，我们自己选好不好？为什么？然后日前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农场成功培育繁衍出一种能够自动脱毛的新品种羊，只要春季天气一暖和，它们的毛就会自动脱落。脱毛羊的毛质的较松软，长度稍短，羊毛会从脖子和腿的部分开始自动脱落。脱毛羊每年可以节省大概农民的劳动力成本达8万英镑。它这个大概有7分8分。这肉好嫩哦，它这5分绝对正经。怎么会这么嫩呢？哦，我杀死你！这一锅汤你评选一下。这一锅汤呢，就好像刚刚陈哥提到，就吸吮住那个母羊体在吸吮那个母奶一样，羊奶，整个汤子味道很到位啊。哦。那除了汤到位以外，还要特别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刚刚阿庞在烤羊肉串的时候，孜然粉的提味下得非常的到位。谢谢。那淡淡的孜然香，其实是素下的。淡淡的一个孜然香，让整个羊肉串上来，感觉好像就仿佛回到了内地的边疆一样。哇！真的有那个口感。真的厉害，非常好吃。两位呢，为了你们这个最近的工作辛苦，是的，五星级料理，不会是犒赏一些呢？
这个在我们演艺工作上很有特殊表现的朋友，好不好？谢谢，多演些好戏给大家看，继续加油，不要再发疯了，好不好？今天节目结束以后，赶快去把病治好。好的，谢谢阿爸，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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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好看的全家大脸婆，做全家大脚，每天都幸福，好，拜拜，拜拜，谢谢。歌坛金童玉女周汤豪与郭采洁要来型男 PK 厨艺喽！我今天要带来的是那个我有史以来自己有真的完整的做过的一道菜，叫西西里比目鱼。哦，对，好吃，还不错哦。有谁吃过？我自己。对，菜名叫做菜名炒马面，山东的炒马面，炒马啊，对，谁知道呢？山东炒马是山东，所以在台东是很大的一站，你知道吗？是炒马，下交流道下去就是，对对对。啊，其实你不要跟他互动啦。你说你家里面都不太请朋友去，那万一发大同要去了？不行啦，我们先从朋友做起。现在外面就好，去也没有怎么用。你这道菜有在家试做过吗？有做过，就一次。有成功吗？我不小心把整盘的辣椒粉都倒进去。哇，太多了啦！你不是说？不是啦，这样才好吃，真的。可是你上次失败就在这哎。不是，上次是连碗一起，这次没有连碗。更多精彩爆笑内容，您千万不能错过。